我很在乎。梁爷，我真的很在乎这份感情。我早都跟你说过，让你采取主动，秀秀他。我知道，秀秀他是为了弟弟妹妹。不错，他是为了弟弟妹妹。可是啊，你也不能不防着另外的男孩子追求他。这点，我倒很相信秀秀。依萍啊，人的感情很难说呀。不会的，8年的感情，又不是一朝一夕了。你说的当然有道理。不过，像一见钟情啊，近水楼台呀，或者是秀秀以前的青梅竹马呀，梁爷，秀秀有青梅竹马的男朋友，这我倒不清楚。他来我们家的时候已经15岁了，15岁以前的事情，我就不知道了。一平啊，你也不要推搡，我只是做个比喻。我的意思呢，是要你加紧采取主动，免得横生枝节。一平，我们走吧。去吧，好好的把握机会啊。谢谢梁爷。爷爷，我们走了。姐吗？刚才在家里，爷爷跟你谈什么？梁爷他夸我，说我很坚强，能够对你坚持原则。我觉得你很傻。傻人才会有傻福嘛。我们还是坐老地方吧。这个地方我们来了十几次了。8年之内才来十几次也不算多，如果结了婚以后，也许8年之内很难来一次两次。走吧，我们要打搅他。冰冰，大姐不是最疼你的吗？你怎么不跟她打个招呼呢？我不想自己送上门，早安嘛。冰冰，冰冰，完了，我的痛苦时间又到了。大姐，哎，艾迪你好。冰冰，我找你几天都找不到，你每天跑到哪里去了？没有啊，每天跟艾迪在一起温习功课嘛。艾迪，真的吗？冰冰，你又说谎，是不是又打架闹事，怕我知道？没有了。艾迪，上车。明明已经长大了，都有女朋友了，你还为他操什么心呢？冰冰考不上大学，我永远放不下心。
我觉得你应该担心佩佩。佩佩最乖了，根本不用我担心。他在竹山卫生所当护士，工作很安定，离家也近，刘伯伯、刘妈妈也很爱他。佩佩，嗯，你妈打电话来说，叫你下班回去的时候带点糖果瓜子。啊，谢谢你，妈，糖果瓜子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哎，伯伯呀，明天上午家里有客人呐，你去上班呐，晚一点去好了哈。孩子啊，长大了真不得了，动不动就给我脸色看喽。佩佩多聪明啊，你不如直接跟他说清楚了。那你去说。哎，这爸爸跟你要说不方便呢。哼，这又不是什么坏事情，我去。哎，秀琪呀，你要哄着他，不要用瞎命令的。哎，做妈妈可真难喽。婆婆呀，你是不是很累呀？还好，妈要不要我去做饭？不用了，做饭还早嘞，妈妈陪你聊聊天哦。哎，你见过那个买鸭子的人啊，啊，选这一只，选那一只，选了半天呢，才选一只自己满意的。啊，选人也是一样啊。你爸爸也不是妈妈第一个看上的男人呐。所以啊，妈妈也希望啊，你多看几个。妈，我不要。不要怎么可以呢？妈妈已经答应人家了，日子也选好了。你打电话去让我买糖果，我就知道要相亲。哎，这相亲有什么不对呀？这才是规规矩矩的在谈婚嫁，偷偷摸摸的恋爱，哼，那才不规矩呢。妈妈很开通，相晚了还要征求你的意见，不然的话妈妈替你去想好了。那你就替我好了嘛。婆婆呀，妈妈是为你好啊，要你多看几个男孩子啊，说不定啊比前几次的都好哦。啊，哎，秀琪呀，啊，他是吴先生啊。哦，哎，这是吴太太啦。哦，啊，这是吴家的老树啦。哦，哎，他没四个儿子啊，只有他才可以跟你们过。哎，秀琪啊，快叫婆婆出来呀，啊！哦，好好，哎，你们坐啊，哎，婆婆在里面化妆呢。婆婆呀，婆婆。妈妈，你替我相亲好了，一切由你做主。再见，婆婆敬上。我们婆婆很乖啊，平常都喜欢看看书啊，她不喜欢说话。嗯，对了对了，她很害羞了。吴先生，你今年几岁啊？报告刘先生，正好25。25啊？哎呀，正好差4岁，很配很配。
哎，秀琪啊，那你们家小姐呢？怎么还不出来呢？哦，她有一点不舒服。是了，她出去了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哎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嘛？我刚才去她房间，她可能去烧香了。哦，对了，她每天早上啊，去上班之前呢，都要到经过小庙去拜拜哦。是了是了，他每天下班了、啊、还要去养这个鸭子啊。啊，养鸭子比我儿子还要重要啊。啊，不不不不，他乱讲话。小弟呀、啊、你是不是又没跟那个贝贝讲好啊？你也知道我们婆婆的脾气，她啊，吴先生，吴、啊、太太、啊，真对不起，真对不起，啊、可能是我昨天哦没有讲话讲清楚啦，所以佩佩小姐啊把这个时间哦弄错了。哎，对了对了，都是你没有讲清楚啦。那这样子了，就麻烦你们改天再来了。哎，对对对对，下一次啊，我就不会让他去烧香了。对对对，那以后我也不让他去约阿伟了。对不起，以后我们没有时间了。爸爸，啊，走了走了走了。走走走，哎哎哎哎哎哎，哎呦！哦，阿妹，哎呦，有这样的爸爸妈妈，我们婆婆嫁给他也受不了哦。哎呦，你说错了，我们婆婆不嫁出去，是要娶半个儿子回来。你去找主任请假了？嗯，请了三天假。刘小姐，上次你教我算那日子的方法我忘记了。没关系，我再教你。不行了，我老婆又有了。那只有恭喜你了。我老婆想再检查一下。好吧，我们主任已经来了，我带你们去。主任他说又有了，麻烦你帮他检查一下。主任好，我老婆已经有三个孩子，不能再生了。真是天才，教他几十次都还教不会。乡下人还没有节育的习惯。对了，小玉，这是我排好的家庭访视名单，麻烦你帮我跑一下。你要去哪儿？去台北。干什么？哎呀，不要找了，婆婆有机会回来的了。这个婆婆呀，也实在太不像话了，又不是叫她做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不跟我们说一声就这样跑了，害得我们怎么对人家开口。哼，都是你了，什么事情都顺着她，这下好了吧？我们的话就像唱散歌一样啊，高兴就听，不高兴啊就不听了。哎呀，你呀孩子嘛，有几个不害臊？想当年呢，我到你家去看你，你还不是不愿意见我？哎，你嘛个意思啊？讲婆婆的事情，你讲来个怎么来？嘿，我是讲啊，你个脾气呀、啊，比他好，好得像鸭仔。你越讲越不像话、啊。婆婆的爸爸，你说婆婆会不会到卫生所去呀？嗯，那是一定的啦。哎，好好，我去找他。啊，不用了，卫生所打个电话问就好了。哼。
你以为我不知道啊？你想趁机会溜出去下棋，下下下下到天黑才回来吃饭。哼，我看你呀，都快变成老太爷喽。好了，不去就不去了。你不会打电话问呐？请问啊，婆婆在不在？啊？到台北？喂，哦，佩佩啊，你什么时候来台北的？你姐姐下了课就会回来，啊，你不如到家里来等她好了。你看呢，这么早就下课了？嗯，星期六下午没有课。你不来，我正想打电话给你。林妈妈，有事吗？景松给我来了一封信。我可以看吗？当然可以。妈，最近我在狱中表现良好，依据考核办法，我得到上级的奖励，每月可以多会客三次。这只是心理上的一种安慰。想想过去，自己在海关工作，也是常常获得上级的奖赏。不幸因为爸爸被人倒得很惨，我抱着投机的心理，做了知法犯法的事。不但我这个想救爸爸的心愿没有达到，反而让爸爸觉得有一个可耻的儿子，心理上受了很大的冲击，与世长辞，害得妈晚年孤苦无依，更害得秀秀耽误了青春。景松还说要我多劝劝你，希望你为了自己的幸福去安排好的归宿。他已经觉得不值得你为他牺牲宝贵的青春。什么事啊？好漂亮的金笔啊！送给你。我不要。
林妈妈，我要去看锦松。你前两天不是刚去过吗？我心里有话要跟他讲。今天不一定能见到他。他信上说他表现得很好，可以多会客三次。林妈妈，再见。夏姐，他不肯跟你见面，并且还说请你以后不要再来了。秀秀，秀秀，爷爷，怎么了？脸色不太好，什么地方不舒服？你是不是又到林家去了？秀秀。奶奶写信来了，说你好久没给她写信了。奶奶一定生气了。她倒没生气，只是关心你。那她信里还特别提到林家的事，希望你能忘记那一段伤心的往事，要不然她就飞回来把你带到美国去哦，要你住一段时间散散心。其实我觉得江云平不错，你为什么一直不能接纳他呢？爷爷，我也很想听您的话，可是……啊，好，算了，我只是提一提。你自小就很聪明，也很有见解，爷爷只是给你做个参考。谢谢爷爷。哈哈，啊，快进去吧，佩佩来了。在你房里等你老半天了。大姐，你怎么忽然说来就来了？佩佩，什么时候来的？没有多久。你是不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没什么了，我只是来问弯弯的事。冰冰打电话告诉我说弯弯结婚又离婚了。怎么会这样子呢？他从小就自以为是，有什么办法呢？是二姐的意思还是男方的意思？不谈他了，一个弯弯再加上一个冰冰，都叫我担心透了。在电话里听冰冰说话很流里流气的，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。前天他还去恐吓弯弯那个先生，也不知道人家是不是真的要告他。
佩佩，你自己呢？是不是还在乡下卫生所上班？嗯，我请了三天假，事情都交代好了。最近刘伯伯、刘妈妈有没有提你的婚事？老是相亲相亲，我都受不了。哦，是不是今天家里安排了相亲，你一不高兴就跑到台北来了？你这样做是不对的。哎呀，你就知道怪我，你根本不知道相亲是什么滋味。大姐，人家才21岁，就算30岁还嫁不出去，我也不要相什么亲。大姐，那你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我听梁爷爷说你有一个很要好的男朋友，姓江，叫江一平。大姐，你赶快结婚嘛，你不结婚我也不结婚。佩佩，你的思想不应该这么保守，为什么一定要等到我结婚你才结婚呢？你如果有喜欢的，你就赶快结婚好不好？秀秀，你的电话竹山打来的。哦，谢谢爷爷。一定是刘伯伯、刘妈妈找你的。到我房间去听吧。喂，刘伯伯，你好。嗯，对对，佩佩他是来台北了。嗯，他现在在我这儿。好好，嗯，你等一等啊。佩佩，电话。佩佩，快来。喂，爸爸。嗯，不会啦，人家请好三天假了嘛。哎呀，你说这些干什么嘛？佩佩，不可以这样子。爸爸，这是长途电话，我回去再慢慢说好不好？我会啦，你叫妈妈不要生气哦。我过三天就回去了嘛。好，再见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你爸爸讲话？佩佩，你姐姐说的对，你看你爸爸多疼你，你一来台北长途电话就打来了，你不声不响的跑掉已经不对了，你不道歉还这样态度对你爸讲话。我回去会向爸妈道歉吗？怎么离家出走啊？什么委屈啊？告诉梁爷爷听听。爷爷，今天佩佩的爸妈替佩佩。大姐，好好好，不说也好。我想得到佩佩的问题啊，我们家也有，必然是个敏感的问题。爷爷，哎，我养了很多花，这个养花就要每天浇水修剪培植它，希望它每天开花，而且开得很漂亮。哎，你们聊聊啊，我要去浇花了啊。大姐，我想去看大哥。好啊，我陪你去。喂，是的。喂，哥，走吧。你快点嘛。喂，我是叶冰冰。谁？
小黄是谁啊？我不认识哎。你弄错了。什么？佳琪？请你们不要乱说，我弟弟佳琪也不认识你们啊。喂？喂？佳琪，明明是找你的，你为什么不接？以后像这种找麻烦的，你替我挡一挡就好了嘛。你哼什么？你不可以告诉奶奶，还有妈。你向我发誓，放开我！你不答应，我就不放开。放开！不放！试管婴儿！你说什么？丁凯，你干什么？没有啊。我明明看到你打他，还把佳琪按到地上去，你还说没有，你就是不诚实。佳琪，你们两个人谁抽的烟？冰冰，你抽烟啦？不是我啦。你又不老实了，你才多大，书念不好，大学考不上，你又学会抽烟了，这还得了？回头我告诉你爸爸去。佳琪，回房里做功课去。跟他学有什么好的？弯弯，弯弯，潘叔叔，你叫我啊？快起来呀，去开门呐！弯弯，你听到没有啊？哪个猪八戒那么无聊，一大早来吵人？还以为是谁？哎，都几点了还赖在床上，好在是我找你，要是碰到闯空门的，我看你啊早被人家用大搬家给搬走喽。我还没有骂你一大早来吵我，你倒教训起我来了。我半夜两点才睡的耶。哦，理由挺充足的嘛。好好好，我不跟你计较，到底什么事嘛？受不了，不是说好了今天去找那中医老先生的吗？哎呀，对，猪脑袋呀。弯弯，是谁来了？胖叔叔早。不早了。彬彬，你这么早来干什么？没有啊，二姐约我来再去看看那针灸老先生，问他能不能来啊。每天吃药都吃烦死了，我不想去看医生。潘叔叔，你身体瘫痪一天，我就难过一天。哎，算了算了。潘叔叔，这是我们的心意嘛，你为什么不答应呢？你要有信心的，
冰冰，你陪陪胖叔叔，我换换衣服就走。疼最爱的女儿，对不对？好了好了，冰冰，庄阿姨啊，二姐就喜欢说那些三八话。其实啊，她没有我可爱。庄阿姨，我肚子好饿哦。恶心，你可爱啊？让我看看哪里可爱。嘴巴可爱，想吃饭啦？怎么这么说你弟弟？他习惯了。妈，待会儿我们想去一位针灸医生那儿帮胖叔叔打听，看看有没有复原的希望。回头妈再多给你一点钱。谢谢妈。中午我想跟冰冰在这边吃饭。好啊，等你们吃完饭，顺便把便当带给胖叔叔。好啊。坐坐坐，伯伯，哎，佩佩很久没来台北了吧？哎，每次来台北都不太习惯。是，我们刚搬到台北来的时候啊，也是住的不大习惯。彭妈妈，东东还没有下班呢，好像下班了吧？来，佩佩喝茶。谢谢彭妈妈。嘉荣啊，东东回来了没有？他在房里休息。我去看看大哥。哥，哥。哎，佩佩，你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啊。没有关系了，嘉荣也是太有洁癖，矫枉过正。来，坐。好久没有见你，漂亮多了。大姐也来了。哦，走，我们出去坐吧。不要，我要单独跟你一起谈谈，好不好？好，当然好。你不爱讲话，能有话跟我讲，我当然高兴。哥，你结婚以后过得好不好？只是成个家，整个精神还是摆在工作上。你保存得很好。是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。你还记得当年大姐分寸洋娃娃给我们的时候，男生玩洋娃娃笑死人了。你先拿着，也许以后你看到了它就会想起姐姐。我从小不喜欢洋娃娃，可是却一下子保存了十几年。将来你还可以留给你儿子玩。嘉荣，来，我来帮你洗。啊，不用，大姐，我自己洗比较干净。大姐，你今天怎么有空来呢？佩佩要送你一本书，我就陪她来了。我又不考大学。不是普通的书，是什么产前产后的指南。佩佩真是的，她也是用心良苦，想告诉你生理方面的事。大姐，拜托别再提这烦人问题好不好？嘉荣，
难道你不喜欢小孩吗？喜是喜欢了，但是我一想起挺个大肚子站在柜台前面接待客人多难看啊，何况我还年轻嘛，一想到把宝贵的青春浪费在洗尿片了、煮奶瓶了、哄小孩子睡觉了，哎，感到好冤啊。我觉得彭妈妈可以帮你带孩子，你还是可以放心的去上你的班呢。他们呀一点都不讲卫生，前几天啊邻居侯太太来把孩子交给我婆婆带两天，她居然啊把饭放在嘴里嚼一嚼再吐出来问人家小孩吃的那一套，我实在是不敢领教。这也很难说，也许你我东东小时候都是这么伟大的，所以啊才有很多中国人得丙型肝炎。大姐，我决定暂时不生孩子。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么想，那怎么得了？大姐，你不晓得啦，我有好多同事生过小孩以后身材一直都没有办法恢复，像个欧巴桑，好难看啊。前几天啊我还碰到一个朋友，他的小孩都1岁了，我看到他肚子好大，我就问他说，哎，你怎么又有了？他很不好意思说，哎，是上次还没消下去的，你看看多恐怖啊，要是我也这样身材变得那么臃肿，那我不疯了才怪。再说啊，东东看我变丑了，说不定就不要我了。那怎么会呢？如果你为了替东东生孩子变成那样，说不定东东会更爱你，更感激你。算了，哪个男人啊不希望自己太太漂漂亮亮的？反过来说，哪个女人啊不希望自己被人赞美？不然的话，我们化妆品谁来买哦？话是这么说没错，但是我们活着不全为了自己，有的时候也为别人想一想。像彭伯伯、彭妈妈已经是这样的年纪了，他们多想要抱孙子。大姐，我去拿一些化妆品送给你，我们女人啊七分靠打扮，三分靠长相，尤其是你每天到学校去上课不打扮打扮是不行的。我不要。你跟我客气什么？你等着。我呀，拿点化妆品啊，送给大姐。大嫂，我送你一本书。书？哦，大姐刚才对我讲了，谢谢。大嫂，我不常来，很想跟你谈谈。你们谈吧。想生的时候啊我会生，你们不要整天啊把我当成目标盯着，我是他们彭家的媳妇，又不是像你们家养的鸭。哦，每天啊吃饱了就等着下蛋。我们啊不要像爸妈那种思想，尤其是你年纪轻轻的窝在乡下。哎，佩佩啊，大嫂啊送你点化妆品，回去好好打扮打扮，你就可以在族山称美人了。大姐，你跟嘉荣说了？算了，也不要太勉强他了。秀秀，
秀秀，你难得来一次，你可要劝劝佳蓉啊。我刚才已经讲过了。那佳蓉怎么说啊？哎，我们老两口啊，每天到那个社区的小公园去看小孩子啊，荡秋千呐、啊，捉迷藏呢、啊。哎呦，那些小孩啊，好可爱哦！我刚想过去抱抱他，哎，哎，小毛啊，哎，该回家了。那小孩一下子就跑掉了。哎，这要是我们自己的孙子，那该多好！秀秀啊，我今年64了，你彭妈妈也62了，机器用久了都会生锈啊。我们还有多少日子好抱孙子？我知道，这次我和佩佩来就是为了这件事啊。哎，女人呐，什么事都不重要，这生孩子最重要。秀秀，你说对不对？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说起来就让人叹气。素仙在美国都已经3个了，就是东东。哎，东东啊，你到底会不会生啊？哎，你们别看我，我要是会生啊，我老早就生了。大姐，你是不是在跟彭妈妈谈那件事情？嗯，我觉得大嫂也不是那么不通情理，你看他还送我这些化妆品，我想我们可以慢慢开导他。哎，也不知道还要等多少日子哦。彭妈妈，你放心，我们都会开导他的。你们有没有发现大嫂最近好像变了，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爱干净，我坐她的床她都没有说。哎，我先去洗个床单，待会再做饭。